我想去买个小米辣。你真牛掰！迷雾探索，感谢我戈壁哥哥，谢谢我戈壁哥哥。喝啥最少也两三个人才有意思。那种凳子就行，我靠！啊、哦，我好卡呀！那我卡怎么办？我卡，我卡，我卡。我卡。还卡吗？我厨房卡呀，怎么办？你们刷新一下，可能就不卡了。我一下下就好了。我炒个菜。我还卡吗，哥哥？
老黑，你是改名字了？没臭，就是饭有股发霉的味道，是为什么？好了，我不吃了。你买东西，算了，吃吧，吃不死。搬回来了。没了，发霉了。一般锅不干净。